国家奋斗。今天的这种议题啊，因为可以对我们过去这八个月的国家队的所执行的成果做一个整盘上的了解。除了再过许许多多杰出的校友以外，我们这次中央的防疫中心的指挥官沈部长是北一的校友，我常常跟朋友分享说，1970年代我们有台湾的经济奇迹，1990年代有台湾的政治奇迹、民主奇迹，而2020年有台湾的防疫奇迹，那是北一很大的贡献。我们给北一一个特别的掌声。爱我们研究能量，临床一样重要。啊，将我刚才建立，把咱家的英雄，除了破关华语哦，再做些新的跑出来，把咱的南部做些救人、救血、救社会、救学术的代志。